2018年，全国已有11个县成功撤县设市了，数量接近2017年全年的两倍，撤县设市力度之大，可见一斑。那么今年已经撤县设市的11县都有谁呢？接下来就带你去看看吧。一、水富县，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，位于云南最北端，金沙江、横江、长江三江交汇之处，是云南省唯一的铁路、公路、航空、水运和天然气管道五通县。2018年9月7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水富市。二、华亭县，隶属于甘肃省平凉市，以境内黄甫山路有华仙山亭而得名，素有煤城瓷都之称，是甘肃省唯一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的县市。2018年8月30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华亭市。三、邹亭县，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，属于济南都市圈。2017年的 GDP 高达916亿元，是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。2018年8月24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邹平市。四、荔浦县，隶属于广西区桂林市，地处广西东北部，桂林市南部是桂林、贺州、梧州、柳州和来宾等五市结合部。2018年8月17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荔浦市。五、兴仁县，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州，是中国长寿之乡。2018年8月6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兴仁市。六、怀仁县，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市，位于山西省北部，桑干河上游，地处山西省雁门关外，大同盆地中部。2018年8月3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怀仁市。七、潜山县，隶属于安徽省安庆市，素有古皖之源，皖国故都，二桥故里，安徽之源，京剧之祖，禅宗之的，黄梅之乡的美誉。2018年7月14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潜山市。八、荆山县，隶属于湖北省荆门市，地处湖北省中部，素有鄂中绿宝石之称。2018年5月18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荆山市。九、海安县，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，由海水涌布扬波之意而得名，是一座滨江临海枢纽城市，还是综合交通枢纽，在汉代就有36盐场咽喉、数十州县要道之称。2018年5月14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海安市。十、宾县，隶属于陕西省咸阳市，地处渭北高原西部，南距咸阳120公里，省会西安150公里。2018年5月11日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滨州市。11、漠河县，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，所辖旅游景点北极村是中国最北部的村镇，是中国境内唯一可观赏到北极光现象的地方，于2018年2月成功撤县设市，改名为漠河市。本文图片源于网络，如有异议，请联系删除。